哎，这边拍，这边阳光好。哎，给曼桢拍一张吧，来来来来，曼桢别动，轻点轻点轻点，一二三，哎，换我，哎换我，换我这里换我，这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坐着也可以。哎，曼桢回头，换我。行了，我拍的够多了。坐着可以啊。 你们俩一起拍一张来，好啊，不要了，我帮你们两个拍吧。不要了，我们拍的很多了，大学的时候拍的不够多，也是啊。那这样，给我跟曼桢拍的。哎，你别忘了，今天我才是主角，是要拍照给我母亲看的。拍我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喂，好傻，你换一个姿势。 换个姿势不是换只手啊！你今天是一定要拍到手套吗？我手冻，戴着手套不行。曼桢，帮帮他吧。好。真不好。哎，你胳膊够长，你能够到树吗？可以。来，你放好树。哎，按好吗？哎，不要拍，树会。 小心地滑，小心地滑，小心滑，去那里。小心这里滑。再躲一下吧。哇！这天气也真是的，跟女孩子的心思一样，说变就变啊。也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一样的。哎，慢闪，慢闪嘞！哎，有慢闪的。哎，姑娘，你看一下。哎，这把好，素一点的好看。 那就这把吧，老板帮我拿把新的好吗？好嘞，科长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这个时候买伞啊，多半要被敲竹杠的。哎，小三们说那什么一文两文，俗。这不是写着童叟无欺吗？可你既不是童，又不是叟，欺你一下也无妨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不如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许愿吧。曼桢，你看这个适合你。 啊，书会嘛，来，这给你，木头一块最适合你了。我不信鬼神，不愿可许，把你。你还是许吧，许一许，说不定可以娶个千金小姐回家呢。这个也好看。<笑> 事事顺心，生意红红火火。哼，这旁边还有早生贵子。好多人许愿啊。胡蕊生张，姻签定终身，结为夫妇，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这个人太糊涂了吧？他希望全天下的人都知道。 但要是不灵了话怎么办？多丢人啊！反正结婚了，也来不及了。这倒是。我听过一句话，你知道结婚为什么要选好日子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结了婚以后，就不会有好日子了。<笑>所以结婚之前要睁大眼睛，结婚之后就要。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<笑>这旁边有个新的。我已经不喜欢你，你是不是早就不喜欢我了？愿你与他幸福，而我自当猥亵了。张英，看来愿望终究是愿望，不一定能实现的。反正，在我们许愿的这一瞬间。 就永远都是真的。你都不了解我，以后会后悔的。爱上一个人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你们废话这么多，就不怕佛祖先罚啊？你自己都说了，不信鬼神的，哪来的佛祖？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只希望天下太平。我们许这样的愿，会不会太贪心了？其实，结果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此时此刻。 我们的真心，好大的雨啊！哎，呜呜呜！ 看来这天气对我们还不错，至少让我们尽兴而归了，而且我还有额外的收获。怎么了？我的手套怎么少了一只啊？手套？嗯，我记得我上车的时候还带着呢，对吧？那我们快回去找大师去。哎，下这么大雨怎么追啊？那怎么办呢？算了，就是一只手套而已。 我先回去了。再等一会儿吧，还下着雨呢。我有伞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人家好心送你的手套，你拿来当抹布啊？哎，知不知道？ 她为什么不让你送啊？女孩子有很多秘密，不想给你知道的。顾小姐不是你说的那种女孩子。这么了解？有些人在一起一辈子都不一定了解彼此的，就像我父母。而有些人怎么样？说了你也不懂。就像你看到的那把伞，只看到它比平时贵；而她看到的却是雪中送炭，心中敞亮。 万事皆敞亮。行了行了，牙都被你酸倒了。哎，曼桢上车的时候啊，我的确是看到他戴了手套。